您的客厅大佬已上线。万圣节狗，这天的风系过节，安安全体寓意参照龙之开辟，用心脏的空洞，一动不动趴了洞，拳头红，眼睛红，三界六道听心动，青红的月亮一层一层一层，散不断泪影一横一横一横。不停的笑声，只受百横耳鬓超然，左右开弓，阵阵微风伤口不疼。哟，然后进去。哎，喂，我拿一下我的 spray， 哎，再换上面那个，帮我看一下我的三星耳机。那个张张微博上可不疼，那个不行。Hello， 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怎么好嘞？啊，相机干净，干净。啊，我打酒疯。啊，这个尾巴是有个和声了，尾巴我唱主旋，然后比特它是往上走的。一横一横一横，不动笑声，只受百横耳边叫人左右开弓，铮铮唯恐伤口不疼。你一定可以的，你不闻我们四哥进来揍你。还是你要我揍你？哪里有四哥？我可以先选择。啊，对，还有三哥进来揍你。帅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了，不这样了。我们是七亿啊，我们不是拯救地球，我们是七亿。当时不是这样了吗？对，拯救地球是这样。我们是这样，怎样看都是这就是七亿，七亿啊。我要耳垂响到麦，我耳边跳绕左右开弓，铮铮唯恐伤口不疼。站在护心中，却闻听风儿深解恐。所以到最后了，已经切到那个最精彩那一part，准备八年之类的，我觉得应该是往上顶。OK， 跟老师打个招呼。Hello， 老师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就交给你了，拜托。因为我们都不是 rap。就是原有的说的很好，不是。基本上呢，我们还想把一个概念拿进去，就是一个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第八号档铺，对，其实是七号档铺。七号档铺啊，是吧？他就在炸你了，你真的是三个，本来看起来就像一个同伙，然后我们三个里面呢，其中有一个是要抓的叛徒，会互相猜疑。当然真正的叛徒呢，他可能会掩饰嘛，就是不让别人发现。然后呢，到最后在抓这个人的时候呢，中间可能会有一些由老大来操控我们做一些事情，会突然走。老大是因为他的发型非常特别，然后如果把他放在我们同一伙就塞不进去，好像有一点太明显是吧？太明显不是同一伙，但是他这个发型刚好是做那个老大的感觉呢，我觉得是非常适合跟合理的。他就是喜欢操控，喜欢那种看到你们在互相对立的那种感觉，然后抓剧情的高潮部分是吧？对，高潮的部分就是那个 X part 结束唱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比较疯狂的一个高潮的一个心态。可以想象吗？可以。其实跟我们之前的设计的区别就在于你们加了角色的细节，对吧？角色细节。有一些表演成分的舞蹈、舞蹈、舞蹈跟动作。武术动作。风格是比较，就是武术舞蹈的风格。舞蹈、演戏舞台剧，就是有剧情的一个舞蹈的呈现，跟功夫的呈现。其实主要是配合了，主要是不是说四个人一起配合，而是说。
可能一个抓一个，一个抓两个，一个抓三个，对，是这样的搭配。如果你们 OK， 我们继续走，因为时间很赶，所以我们就是先练歌，然后再来。对，这个歌挺难的。嗯，已经很难了。对，现在呢，翻的四个角色都非常清楚，就是一个善，一个恶，一个老板，一个就是在下面的一个所谓的海诺这一个角色。所以呢，你呢，我想一个叫威亚的感觉，就是把你整个吊起来，然后其实站起来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全部都是归你，就是我们一起来说这个。只有点睛，没有收回，是我们一起讲的，一个叫戏剧一个效果，对对对，戏剧院的，对，上面好难念的字，对，对，你要在台上的，其实就是在我们，比如我们落座了，我们三个都在互相怀疑谁是谁，然后你可能就在我们中间游走，你在享受这个东西，因为你喜欢 free 嘛，你喜欢这种感受嘛，所以把这个东西直接给 free， 你就是在每个人身边。就是那种感觉，哎，我们却不知道你的存在，啊，然后享受，其实有点 Joker 的感觉，是那种，是那种感觉，你懂吗？它是这种东西。我很享受这个过程，我觉得在哥哥这个节目是非常好玩的，但是超多辛苦，我们快乐的不得了，对，快乐到不得了。我们就按照这个想法，然后我们就统一这个走向，然后来完成这个，就是要求。要 OK 很强力的绝对性的要求的、okay、理性跟温馨的沟通嘛，理性跟温馨的沟通，对，坦诚的交往。你说的京剧也不唱了是什么意思？没有，因为昨天不是开会的时候有两个结果嘛，一个可能会唱京剧嘛，一个打鼓的京剧。没有，他想唱京剧是想配合打鼓，对，本来就是。哦，那他俩是一起的。对。希望逐渐达到才会出现京剧。因为我们其实听到了之后，因为大家都是看着到底是几号当铺，第八号当铺，都是看着这个长大的啊。现在他们就嗅到已经迅速的根据我们现在的这个想法，已经可能开始去做新的调整了。太好了。对，然后包括服装这个东西，用那个第八号当铺是合理的，是很 OK 的。对。然后明天再来 ，yes， 明天就开始练吗？我们天天练，天天练。两次你真一场，没有遗憾。